真是天生的才华，足以超越玉道的那份天赋。那个人是杀害我爹娘的仇人，郎厅大人，请您等着吧，我能做到哪种程度，我会让您看得清楚的。既然你如此伶俐，那我可以拜托你做别的事吗？我的第一步计划就是能成为任平娘娘的人，我成功了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，我之女神。